真才实学。谢谢。如果您最后出现，我相信非常多的人投你一票。我们看这个结果哈，不希望这个脱党参选的民进党参选人哈，不支持的有12,886票，是支持的连他的零头都不到12,218票。对，也就是说，我们的观众的焦虑点在于，万一总统初选你若过，大家给你支持；那无过的时阵，您会不会支持其他的人？我还是重申我对自己很有信心。OK， 对，给他的请感谢。这个问题最好去问他们其他的人。哦，会，我们一定会问。今天谢谢您的收看，谢谢明天晚上的介绍，也谢谢吴副总统。